小哥，小哥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我能不能用我身上这身衣服换你的衣服？我着急，他又没有机会。帮帮忙，都给你。这帮帮忙，帮帮忙。那你要不然来找个地方，好吧？找个地方换衣服。啊，正好。说，老同学就是他呀。是不是我太笨，给不了你最渴望的吻？欣欣。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坐坐。啊，好。那个，你最近过咋样？我最近找了一个装修工的活儿，也就那样。你别说，咱俩现在的工作还挺配哈。哎，你还记得咱俩当时那个 QQ 留言吗？ 如果我们一起学，我问一下，那个，现在应该有我的工作了吧？那个以后这样，室友在这我，我们再有出来一样。干啥呀？你干啥？何西有，你干啥？你干嘛呀？她是个要强的姑娘，她如果知道 我和他的工作差距太大的话，他可能这辈子都不想见我了。这再坚强的人也有困难的时候啊，你看，就卖店啊。这个是我拉货车的钱。 你先拿去救急，别卖店。你放心，我还有呢。钱我不能要。为什么呀？我开的是个连锁店，那我卖一家换个20来万，咋了嘛？我不得给自己存点嫁妆吗？